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有没有很想念老师了呢？老师们很想念你们哦。我们很快就可以再见面啦，是不是感到很兴奋呢？那在这段期间呢，大家还是要记得勤劳洗手哦，出门要记得戴口罩，好不好？那也要常常读经祷告。主日学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！最近你们过得怎样啊？是不是开始上课了呢？记得要好好上课，不许偷懒哦，在家里也要听父母的话。希望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，想你们哦。Yeah.
早上好，很开心的可以看到各位一起来参与今天早上的这个的主日学。那我是吉祥老师，你们可以叫我吉祥老师，或者也可以叫我 David 老师。那很开心的可以看到大家如此的精神，如此的一直的忠心来到学习这个神的话语。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的小小的祷告，好吗？那哈利路亚。是的，阿爸天父神啊，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神你要跟我们说的话。在这个的课程里面呢，主啊，我们要学习神你的话语，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，我们这样子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来试一下回顾上一次我们所学的课程，还记得吗？上一次是 Elizabeth 老师他所教导所分享的这个的罗德离开索多玛城的一个的故事。那从罗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呢是爱每一个这个的义人，他甚至会帮助他们离开所有的罪恶。所以我们一起的来宣告那时候我们所学的金句，好吗？好，金句就是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然后我们一起的来念出来好吗？各位主日学的同学们，那我们一起来开声宣告这样子的经文，我们会宣告两次。来，我们一二三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再多一次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是的，我们要常常的敬畏我们的神，因为那就是我们的智慧了。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来看这个的罗德的故事，我们会看另外一个主人翁，相信你们对他都很认识了，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呢，就来到了一个的城市，那这个城市叫做基拉尔，那里面城市有一个王，他叫做亚比米勒。那进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呢，亚比米勒呢就看上了这个的撒拉，因为撒拉那时很美丽，对不对？那撒拉那时很美丽，可是他问这个时候，撒拉就跟他说：“哦，我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妹妹，而亚伯拉罕呢，就是我的哥哥。”所以这个王听了之后呢，就叫人去把撒拉带进宫中，要让他成为他的妻子。那当夜晚上，这个王也就是亚比米勒睡觉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神就去到他的梦中跟他讲话说：“你够力了，你要快快的把这个的女人还回去给他，因为他是这个的亚伯拉罕的妻子。”那这个亚比米勒王呢是一个好王，他的国里面的所有人民呢都是敬畏神的，所以上帝看顾他，特地的在他的梦中跟他说这样子的一番话。那这个亚比米勒王呢，他马上的
在各一天早上醒来之后呢，就叫人叫这个亚伯拉罕进到宫跟他见面。他就问了一五一十之后呢，知道了实情之后呢，他就快快的把撒拉还给了亚伯拉罕。那同时候呢，亚伯拉罕同时候呢，这个亚比米勒呢，他也要求亚伯拉罕为他祷告，因为上帝在梦中也跟这个亚比米勒说，你要叫这个亚伯拉罕为你祷告，因为他是先知。所以亚伯拉罕就为这个呢亚比米勒来祷告。当他一祷告了之后呢，亚比米勒全家的女人，就是他一家上下所有的女孩子都马上可以生孩子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来在他带这个撒拉进宫的时候呢，神的咒诅就临到了这个王，这个亚比米勒家所有上上下下的这个的女人，她们都不能生孩子。所以当亚伯拉罕为这个王祷告的时候呢，哦，所有的女人都可以生孩子了。那这件事之后呢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撒拉就开始怀孕，就开始有生下了孩子。你们还记得吗？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，撒拉要为他生一个孩子。那上帝的应许成就了，撒拉就生了一个儿子。儿子叫什么名字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以撒拉。那当他们生下以撒的时候呢？其实亚伯拉罕他有了另外之前在以撒出生的时候，他是不是生有了一个孩子，就是这个使女撒甲夏甲所为他生的一个儿子，叫做以实玛利。所以这个以实玛利呢，就看到这个的以撒生出来做 baby 的时候呢，然后有一天他就被这个的撒拉看到，他对这个的 baby 呢嘲笑他，戏弄这个的 baby。因为这些因为是弟弟嘛，那他就会去戏弄他，去弄他，就会很开心的戏弄他。结果撒拉看到了之后呢，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。那他就跟他的老公，也就是亚伯拉罕说，哎，你快快的把他把他们送走，因为他们不能跟这个的以撒，就是我的孩子，分享这个的产业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就很心痛了，就很烦恼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儿子。虽然上帝应许的是以撒，可是以实玛利呢，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。所以作为父亲的，当然也会感到心烦，因为又要听老婆的话，可是又要担心自己的儿子。所以上帝呢又在跟亚伯拉罕说话了，说你就听你老婆的话不要紧，因为我会照顾你的儿子以实玛利，以撒才是你真正的血统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隔天呢就把以实玛利还有他的母亲夏甲就送走了。结果在路上呢，一路上我们如果把圣经读完的话呢，就会发现到神呢，他一路上都看顾着这个的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夏甲。真的，因为亚伯拉罕在他的梦中的时候呢，上帝跟他说，他会让这个的以实玛利呢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国家。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信实。那从这两件故事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有没有发现到第一个故事，就是当亚伯拉罕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就垂听他的祷告，把这个的亚比米勒全家上下的女人的这个的咒诅都拿掉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？在这个的以实玛利还有以撒之间的问题，亚伯拉罕他已经不知道怎么祷告了，他很心烦，心里面很乱。可是上帝知道吗？上帝是知道的，所以他才会跟亚伯拉罕说话，让他放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会照顾以实玛利还有他的母亲夏甲，
甚至应许说他会给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呢成为一个大国，看到吗？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上帝是听义人的祷告，所以义人的祷告是很有能力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学习，因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，做错事的话，就比不认识神的人所做的更让上帝感到蒙羞。所以义人的祷告是很有能力的。那主日学的同学们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成为一个的代祷者。我们要学他这样，在神的面前为别人代求。是的，你看到吗？第一个的故事，亚伯拉罕为了为亚比米勒来代求。第二个故事，我们看到了，虽然他没有说出口，可是他的心里面是为着以实玛利还有他的母亲夏甲来烦恼，而上帝呢听了他的这个的心意，而成就了他的这个的祷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挑战自己，成为这个的代祷者。我们要常常为这个的别人的需要，在神的面前来祷告，可以吗？虽然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，我们不是圣经故事里面的那些伟大的人物，也不像亚伯拉罕一样是一个的信心之父，可是我们可以学习他为其他人祷告。虽然我们主日学的孩子们年纪不超过20岁，可是我们仍然可以为很多很多有需要的人来祷告，我们甚至可以为大人来祷告。是的，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祷告，还记得吗？义人的祷告上帝是垂听的。所以我相信，当我们认真的来到上帝面前为其他人的需要来祷告的时候呢，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，亚伯拉罕虽然他有了这个的软弱，是的，什么软弱呢？就是他来到人的面前不敢称莎拉是他的妻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怕这些人是不信神的，而将他杀掉，抢掉他太太，他的老婆。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软弱。可是上帝有因为亚伯拉罕的软弱而不听他的祷告吗？不是的。当亚伯拉罕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认真的认罪，认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代求的时候，上帝还是听他的祷告。所以主日学的孩子们，主日学的同学们，让我们用一段的时间好好的去想一想，有谁是需要我们这样子的为他来祷告。是的，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父亲，也可以为我们的母亲，也可以为其他做工的大人，甚至为其他的我们的朋友，不管是中学的朋友，不管是小学的同学，我们都可以为他们来祷告。是的，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为他们代求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。好，怎么来祷告呢？我们可以可以这样子说，我要每天跟神说话来亲近他。是的，我们就像神说，神啊，我要每天跟你说话来亲近你。然后你可以继续这样子说，我要为谁来祷告？比如说，我要为苏敏轩来祷告，那或者我要为苏敏瑞来祷告。好，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第三句就是愿神，愿神什么呢？就要为他的事情来祷告了。比如说，敏瑞要考试了，那我们就为他说愿神给予他聪明智慧，让他可以有这个的聪明去完成他的考试。
我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 OK， 那我重复第一句的祷告，就是我要每天跟神亲近。是的，主啊，我要跟神你亲近，我要为苏敏轩来祷告，愿神保守他的健康，保守他的精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就这么简单，我们就可以为其他人来代求了。是的，义人的祷告上帝是会决定的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宣告一句的经文， OK。 那刚才上一个的课程的经文大家还记得吗？就是要敬畏主。敬畏主就是什么呢？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金句就是亚伯拉罕祷告神，他们便能生义。生义就是说可以生孩子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再一起的宣告一次，亚伯拉罕祷告神，他们便能生义。 OK， 好，这时候我要求你们一起来跟我一起练的，我们会练两遍这样子的金句。OK， 好，一二三，亚伯拉罕祷告神，他们便能生义。再做一次，亚伯拉罕祷告神，他们便能生义。非常好，你们练得很好，很棒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呢，单元就到此结束，我们来做一个的结束祷告，好吗？哈利路亚。是的，神啊，我们的阿爸天父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代祷者。是的，别小看我们年轻，别让人小看我们年轻，乃是我们要为更多人来祷告，不管是大人、小孩，还是少年人，还是中学的，还是年长的，我们都可以为他们祷告。所以我们求父神给予我们聪明智慧，常常的看到别人的需要，也常常的为他们代求祷告。我们就求父神这样子的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一位这个主日学的同学。我们这样子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拜拜。